乖乖鸡，好棒啊、哦！爸爸帮你倒好不好？爸爸，好啊，那爸爸帮你倒，你要跟爸爸说什么？谢谢。对，谢谢爸爸。哇，不客气，庄庄会说谢谢爸爸哦。谢谢爸爸，谢谢爸爸。庄庄也会，对不对？彤彤一直都会，还把头发打住了。切蛋，切蛋，切蛋，喝汤要喝汤吗？切蛋，切面，切蛋，切面，吃面，切蛋，吃面，喝汤。彤彤会好多句子哦。好多面，好多面。可是这好像只有我们听得懂，其他人可能都听不懂。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彤彤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吗？听得懂。他刚刚说什么？吃面，但是他要吃面啊。对啊。谢谢爸爸。好，不客气。听懂了。谢谢爸爸。他说谢谢爸爸。谢谢爸爸。他说谢谢爸爸。嗯，很清楚啊，谢谢爸爸。好厉害。别人听起来可能觉得什么语？别人听起来是外星语。吹蜡烛吗？过完生日要吹蜡烛哦。过生日吹蜡烛、哦。好呀好呀。谢谢。嗯。你们卤味多吃点。吃面。哦，好长的面哦。妈妈不信。蛋蛋，你不要信吗？蛋蛋要吃吗？你想把蛋跟面分开啊？蛋蛋要吗？不要。你慢慢拿起来。我蛋蛋要吗？不要。谁打嗝了？是东东打嗝了。打嗝是放屁了，还是什么？哇！掉在哪里？那边妈妈姐，请说。妈妈姐，你要帮她说什么？谢谢爸爸。谢谢妈妈。啊。喝汤。喝汤哦，你那边有汤吗？好喝吗？好喝。哇，感觉已经可以跟她聊天了，对不对？彤彤还要吃香蕉吗？好喝。要吃豆干吗？好喝。要不要再补充？他还补充。他要补充，他马上学。我平常没有跟他讲补充这两个字。爸爸帮你补充一点汤吗？要吗？好喝哦，补充一点好不好？补充一点。补充一点来，补充一点哦，一点就好。三点还好。好喝，好厉害！汤倒，汤倒到一点点吗？没有关系，擦。有滴到，有滴到，我擦。我知道。好，擦干净了吗？我知道。两岁的第一天吃饭的情形，感觉好喝，感觉整个大药剂。什么当当？蛋蛋，这我听不懂哎，他说什么？蛋蛋蛋，想喝汤。好，那你拿哈。想喝汤哦，你听懂了？欸、真的耶，他喝了。其实很多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在讲什么。嗯，很可爱啊，宝宝语大爆发。彤彤那时候宝宝里大爆发的时候，我也好开心。吃香蕉哦，这么快就要吃香蕉哦？你面面吃完了吗？哇，我听得懂吃香蕉哎。嗯，很多人都听不懂。对啊，吃香蕉。还有汤。还有汤，你的喝完了吗？还有汤。好了吗？还有汤。哇，真的好嘞！还有汤哦，好，再补充一点。
哎，面面有没有吃？爸爸吃。你面面有没有吃？先吃面面，先要先吃。先吃面面，吃完一点面面再喝，再补充汤，好不好？你好厉害哦，一下就把汤喝完了，你这么厉害哦。还要汤。还要汤哦。好，你有吃面了，对不对？嘴巴有面了吼。那爸爸再给你一点汤。好棒。好棒。谢谢爸爸。哇，不客气。放在上。放。什么东西放？叉子先放旁边比较好拿，是不是？我很聪明耶。还好吗？好。老婆，你怎么这么聪明？东东好聪明哦。两岁第一天就会这么会讲话，他说什么？开始吧。东东很可爱，东东一岁多不就一直在说哇哈聪明？是一岁多的时候吗？他在帮你试玩玩那个游戏，不是一岁多吗？哦，喝汤。东东说哇哈聪明。好，叉子，妈妈给叉子。哦，又喝汤又喝果汁哦，你喜欢柠檬汁哦？柠檬汁好喝。我中午有在他菜菜里面混的青椒，真的？他有吃出来吗？我没有问他有没有吃出来，我只是说好吃吗？他说好吃。他根本没发现的。不喜欢这样，东东开玩笑，等一下弄翻了就不好笑了。不一样，东东，妈妈有笑吗？你再这样，我要打哥哥给你看哦。东东把你教好了是吗？是弟弟教哥哥，还是哥哥教弟弟？哥哥要教弟弟正确的、啊，你看弟弟现在没有了，他很乖，在喝汤。连汤都可以不？东东好好的喝，哥哥示范怎么样好好的正常的喝。哥哥正常的喝，好，很好哦。东东，你看哥哥也正常的好好的喝，像刚刚那样子，好棒，好厉害哦。好喝，有好喝吗？好果汁，一口汤，一口果汁哦，又甜又咸的。果汁好喝。哦，果汁好喝哦。汤好喝。汤好喝哦。再一点。再一点哦，你的嘴巴长胡子了耶！你先吃一点面面，再喝汤了。好，碗碗放下来，先吃一点面面，再帮你补充汤。先吃一点面。有吃到面吗？没有啊，先吃一点面。喝饱。喝饱了。吃饱。吃饱，东东吃饱吗？嗯，他说东东吃饱。那你刚刚说要香蕉，这个是什么？香蕉。还要吗？香蕉。还要香蕉吗？香蕉吗？剥。那你剥。我想吃冰。妈妈帮你剥，你跟妈妈合作剥。先吃香蕉，再吃冰。东东剥好。等一下，等弟弟吃完香蕉，不然弟弟会不吃香蕉。这边剥。那我先觉得卤味。再来剥。东东，不要。妈妈，我来吃。换东东。不要。妈妈吃，换东东。换东东。嗯。小就会敷衍妈妈，大口一点，东东咬大口，大口啊，好棒哦，好棒，胡子东东，好吃吗？胡子爷，人家是胡子爷爷，你是胡子东东，胡子宝宝，嗯，胡子宝宝，你吐出来我就咬你哦，爸爸吃，爸爸吃哦，好，还有一个啊，爸爸吃这个，爸爸吃这个完整的，咬进去。咬进去之后喝果汁。哥哥，你要吃吗？你要吃冰的，对。
好逼，开心。你没有说啊好逼，头发都绑住了。有知道吗？知道。有知道吗？好像知道了。